猫咪吃冻干不消化吐了。猫咪吃冻干不消化吐了，就表示猫咪的消化功能较弱。这时主人就需要将冻干进行一些处理，比如可以将冻干磨成粉放入猫粮中喂食，也可以将冻干用温水泡软后喂食。因为冻干是纯肉型的食物，而消化能力不好的猫咪很可能是长期吃惯了猫粮，突然猛地吃纯肉类食物就会出现暂时的消化不良，这都是正常的，主人可以喂食一些益生菌进行调节。